秋季到来，观众都趁住周末有好的天气外出游玩，欣赏自然的生态，传嚟咗好多嘅漂亮照片，同大家一起分享。天气晴朗，比斯省观众 Henry 去咗郊野公园寻找野生动物的踪影。幸运地，佢发现了一只小松鼠，正在空中享受公园管理员提供的免费大餐，十分之可爱。